瑞芳区婕妤里的里长盘田次积极推动老人共餐，举办的有声有色。而今天适逢农历年前的最后一次共餐，里长也当作是吃尾牙一样，主动加菜，让长者吃得津津有味。今天是婕妤里在农历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共餐，桌上满满的菜肴，有麻油鸡、南瓜、炸透抽等等，都是里长特别加菜，要让长者在这寒冬里补补身体，平安健康过好年。你看，我这个婕妤里或者讲吼，咱这个共餐吼，已经吃一年啊啦吼，啊，今仔日已经这个过年就要到啊，我是讲今仔日吃好要来休过年，啊，休过年吼，啊，今仔有。加减家属啊，在吼，啊，互咱这里面吼，大家安尼较温暖一下安尼，嘿嘿嘿。啊，落来聚餐袂歹啊，啊，聚餐有通佚佗，佮有通食饭，真好耍啊。阮来遮是来遮好耍的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共餐从无到有，一路上有很多资源挹注，也包括瑞芳工业区多家企业的赞助，让共餐活动能够持续且稳定的举办。新春要到了，我相信新春开始的时候一定会继续努力去办啦。啊，各位哦，阮工业区的吼，各位的大头家哦，拢会鼎力支持哦。里长表示，就快要过年了，而且最近天气又很寒冷，所以他也准备麻油鸡让长者补补身子，而长者们也都吃得津津有味，温暖胃也温暖了心。谢纯威，瑞芳采访报道。